北有海吗？东北有渤海和黄海。渤海是中国最北的近海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，同时也是属于内水范畴。渤海为中新生代沉降盆地，基底为前寒武纪变质岩，第四纪沉积物厚达300到500米，主要为陆源物质。三大海湾都分布有粉砂质软土软泥和粘土质软泥。黄海是太平洋西部最大的一个边缘海，是一个近似南北向的半封闭海域。它在西北以辽东半岛南端老铁山脚与山东半岛北岸蓬莱脚连线为界。